最后一个问题，作为魔鬼，请问魔与鬼有何差别？魔跟鬼不一样啊，魔是一道，鬼也是一道啊，在六道里面有鬼道，有没有魔道呢？有，魔比鬼高啊，魔道是介于欲界跟色界的当中啊，有人说欲界第六天就是魔天啊，魔王啊，可见的他福报大了啊。这个魔的是他喜欢折磨人，喜欢捉弄人啊，不能得罪，得罪说报复心很强啊。就佛经里面讲的阿修罗、罗刹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啊。那么也有人说是他是在啊桃花自在天更上一层啊，在这个初禅下面啊。那么这是魔王啊他们住的地方啊，所以这个有差别。魔摄于哪一道众生？他在天呢，那就属于天道；他在人间呢，就属于人道。啊，他在卧轨道呢，就属于轨道。啊，应该是，就像那个阿修罗一样，啊，地狱道没有。啊，这个。色界天跟无界无色界天没有啊，欲界天有啊。魔是否也有自己的领土？有，因为它有分别，它有执着啊，所以我们知道啊，应当有啊，没有离开分别执着。